自己的女人不愿意心甘情愿地为自己。你的合伙人那样去骂，说句实在话，这个男人挺可怕的。女人是应该生孩子，我是认为应该生孩子，应该给自己心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生孩子。但是如果这个人不是，绝对不要生。到那个时候，孩子才是你们俩的牺牲品。就这样。